脑梗死哈，咱们通常也叫脑梗、脑梗塞和缺血性脑卒中哈，都是一个疾病哈。脑梗呢是脑动脉阻塞后出现相应部位脑组织破坏啊，它可以有伴发有出血啊，它的发病机制呢是血栓形成或者栓塞哈，因为病变累及血管不同啊，症状也不全一样啊。脑梗呢占全部脑卒中的70%到80%啊。脑出血呢也叫脑溢血啊，是属于脑中风的一种啊，是咱们中老年人高血压患者哈，最一种常见的严重脑部并发症。脑出血呢是指非外伤性脑实质内血管破裂引起的出血哈，最常见的病因是高血压啊、脑动脉硬化或者颅内血管畸形等等啊。常因为用力、情绪激动等因素诱发啊，所以说大多是在活动中突然发病。而脑梗呢，多数在安静状态下发病啊，常在睡醒时出现症状啊，病情呢进展比较缓慢，偏瘫症状在数小时到数天内哈、越来越明显，意识多数是保持清晰的哈、脑出血啊，多数是因为情绪激动啊，脑力紧张。或者使劲排便，或者是用力举重物等等啊，使血压呢骤升啊，突然的发病，病人呢突然感到头痛并伴有恶心吐啊，并且往往在数分钟即数十分钟内哈、就发展到高峰，随即呢出现偏瘫和意识障碍甚至昏迷哈、昏迷时病人呼吸深，有时带有鼾声啊，有的病人的临床表现就介于两者之间啊。仅靠临床症状是难以鉴别哈，所以说最主要的鉴别是头部 CT 检查。